大家好，我是千亮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4黑旗。上一集一开始船就被炸毁了，然后我们追着一个穿着刺客服的家伙，就是那个 Posh Git。 Where's he running to？ 因为他刚开始就想开枪打我，反正他现在没有船跑不掉，所以我们就先捡宝藏吧。走到正前方才有办法搜刮的呀。好，我看到了，那边有个亮亮的。过来这边，我穿过那棵树，不知道那碎片它全部收集完会不会有一些解谜之类的。听前几代通常都有这种设定。哎，投什么东西？是野猪，野猪是加速猪的表亲，大部分的身体覆盖着坚硬的鬃毛，它们是由欧洲人带到加勒比海域的。光是哥伦布本人就从西班牙带了八只来。野猪在黄海岛的环境繁殖迅速，野猪在海岛环境繁殖迅速，通常都是因为水手或海盗想要制作咸猪肉而被摧毁。而被猎杀。那还有两个宝箱，就在下面的感觉。这样没事，这个应该也可以跳。这个也，这在这。好高，好高！哦，躲在这种地方啊。那有个瓶子是。银杏耶，好酷哟！你怎么不看？石料观测所，已经好几天了，我一直都跟巴兰待在一起。我问遍了他所有的问题，他也问遍了我所有的问题。我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打算。终于。在第七天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开口询问他：“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，先生？为何要把我关在这里？”巴兰只是大笑，然后回答：“你可不只是个囚犯、圣者，你随时都可以离开，只要你告诉我们你想去哪里，只要我们能力所及。”我们就送你过去。这个回答让我震惊，但同时也触怒了我。那你为何要用那么粗暴的方式把我带走？这根本就是绑架。他回答：你的主人手下有个圣殿骑士，或许他自己也是。这样的人不能信任，尤其是像你这么重要的人来说。离他们远一点，
他们所要的东西是你脑子里的知识，你的记忆。他们想要知道你曾去过的观测所在哪里。当三个字进入我的脑海，我知道我听过这个地方，而且这个记忆是很遥远以前的事情。那你想要从我这里获得什么，先生？我问他。你也想知道我的秘密吗？巴兰微笑着说。我不爱说我不想，但是否要分享这个讯息是由你自己决定的，这是你的秘密，所以也是你自己才能决定是否要告诉别人。这算是一次的解谜之类的吗？所以刚刚那个碎片，不知道，刚刚应该要从这里下来的，现在都不会摔伤了。那宝箱不知道在上面还是……看起来好像不是在上面耶。跳吧，又要重爬了，真的是在下面。可以制作东西，升级？难道是用像技能点那种感觉吗？算了，继续吧。还剩下，应该就是最后一个宝箱了吧。We could work together on this. 他好像没有想要听我讲话的意思。熨斗是哪招啊？哦，野猪。
那转来转去的操作还不是很习惯。哦，不可以发射嘞！敢射我，杀你！虽然我好像不杀他也不行。Señor Duncan Walpole, I accept your most generous offer and await your arrival with eagerness. If you truly possess the information we desired, we have the means to reward you handsomely. Though I will not know your face by sight, I believe I can recognize the costume made infamous by your secret order. Therefore, come to Havana in haste and trust that you shall be welcomed as a brother.Su más humilde servidor, el gobernador Laureano Torres y Ayala. Mr. Walpole, let's collect your reward. So you're just 这样成为刺客的吗？前往哈瓦那之前，待会就把宝藏都拿起来吧。这里应该上得去吧？哦，哎，都抓到了。再一次。为什么安踩那？对对对对，这里。再上去了。啊！应该还要再上去。好像都没有路的样子，这个也不能上。
哦，真录了，好抖，没有一个碎片。爬不上去，应该从这边上去，上去，对。下面了吧，原来按 R1 可以叫出这个还剩多少东西的选单，对，清单吧，就三只眼珠看看，不是没有袖剑吗？你怎么杀的？那野猪也不会因此亮起来。但是动物只是算告知有这个动物的意思。你想要先没得跳啊？这里面。哎，可以进来哎！还有四个宝箱。说这个音符到底在哪里啊？那应该是那个歌谱。这边哦，那个好像要从另外一边过去才能升的。真的没有歌谱哎。没有看到，
先吃那个好。彩虹，蛤蟆在刚刚最上面那里。哦，我先去左边的上面看看好了，看还有没有什么宝箱之类的。埋太浅了吧，但感觉随便下场雨就露出来了。
漂亮的彩虹，漂亮的彩虹。不能放弃这个鸽子啊！是那个，放在那个亮亮的，人家在这里。会跑哎、欸！你跑！别跑了！不见了。算失败的意思了，好吧，再走回去那边。过一段时间就会再出现。看不懂，往下一个俯瞰点前进。红色的圈圈，这里还有个宝箱吗？有船，这船应该就可以用来离开这。我们这期 episode 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明天见，拜拜。
put me at ease, sir. To think I took you for a pirate when you first appeared. 我就是海盗。 哇, 这是什么, 那什么鲸鱼啊? Impressive, right? This building is barely 6 months old.